治疗已经没什么意义，你们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。这样，那就先做一套详细的检查，等结果出来之后呢，我和团队再研究治疗方案，好吗？谢谢你。好。这是你们提供的上次手术复查 CT 影片，这个是这次的，两张一对比就能清楚地看出来，左心室的破损很严重。那怎么治疗啊？治疗已经没什么意义，你们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。夏明，你回来了。幸亏有大夫了，那就算是终审宣判了。肚子好饿，帮我做点吃的吧。我不会做吃的。没事，你随便做都好。